老梁啊，咱们的彭老总就是这个脾气。再说了，咱们这仗没有打好，那领导批评几句不也是正常吗？我不是也跟着你一起挨骂了吗？人骂就骂了，遭贬三十八军就是不行。哎，你看给咱们派的什么任务？幺幺二师边打边退，诱敌深入，这是头等主力师应该干的吗？摆明了瞧不起咱们吗？那你说怎么办？ 那总不能让刚立功的兄弟部队去干这个吧？老梁，换了你我，咱们也下不了这样的命令。我就不信了，一个小仗没打好，还能为了咱们三十八军的威名？哎，我一定让彭德怀看看，我梁兴初是不是打铁的汉，三十八军是不是王牌军？好，咱们打好下一仗翻个身。老伙计，我跟你一起扛。彭总，对老梁的讲话是不是重了一些？重的。 我还觉得轻呢。这个梁大牙把主力带成这个样子，不骂他骂谁啊？彭总，滨江起义部队就在三十八军，三十八军可以说是你的娘家，所以才要批评。塞满野田心不痛，几十年打出的威名，一仗被他折腾光了。 彭总，我觉得不至于。三十八军的飞虎山防御战打得不就很好吗？您不也表扬了吗？对呀，他梁兴初啊，作战勇猛，是，这次谨慎的过了头，但是从客观上也让敌人产生了误判，再次大胆的向北进攻，叫梁兴初他梁大牙把肉再扒回碗里来，不就是了？ 我们的兵力有限，虽然九兵团已经入朝，可是敌人也增了兵。志愿军的每支部队都要打好，一个军、一个师，哪怕是一个团搞不好，就会影响全局。陈总，谈一谈二次战役的作战方案吧。嗯，好。一次战役，敌人遭受打击。 不吸取教训，继续增兵北上。我们采用敌进我进的方针，向敌人侧后勇猛穿插，形成包围之势，争取消灭他几个师，直过泾县，不再受到威胁，彻底改变战争局面。东线的宋士伦热情很高啊，九兵团的二十、二十六、二十七军已经在长津湖布下了天罗地网，够敌人喝一壶的。 西线以三十八军诱敌深入，三十九、四十军正面聚敌；五十、六十六军在西，三十八军、四十二军在东。待敌人的主力进入预设战场之后，东西两翼立刻向敌火穿插，形成合围。嗯，三十八军的任务很重啊，既要诱敌深入，还要杀他个回马枪，长途穿插黑虎掏心，打到敌人的七寸上。 我真担心梁兴初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彭总，我担保，他们一定能够成功的。挨了您的骂，全军上下肯定绷足了劲儿。我看，没问题。你们敢保他，可要担责任呐。这个责任，我愿意担。彭总，我现在就下去。 如果梁兴初指挥不力，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好，老韩，要是出了问题，我拿你一起说。出了什么问题，我上北京请罪。 共产党派志愿部队进朝鲜，还打了胜仗啊？吹大话的，就他们那几条破枪，能打得过美国人？那你说说这枪怎么破了？你还不了解啊？当然，济南战役你给共军呈上那几万条枪，倒是比较精良。俺死守孤城，败得光荣啊！你们十二兵团全没见不见人家给缴了吗？你们兵团每师大八里。
共军扛着大巴力上了朝鲜，跟美军是旗鼓相当啊！你们那些美式什么榴弹炮啊、山炮啊，我看八成也上了朝鲜了。炮兵也都是从你那儿解放过去的吧？还能出几个战斗英雄？王耀武，你赤化得很厉害。我一个小伙计出身，受过剥削不假，你呢？ 从小跟毕武斗，方志敏带着你去考黄埔，毛泽东是你的主考官吧？你要说赤化，你可是从头就赤化的。你说什么呢？这，哎，王爷，坐坐坐坐，干啥呢？这是。王耀武，坐坐坐。王爷坐坐。干啥？他动手了，这是。要讲过去啊，谁没有祭祖过？我告诉你们，我考黄埔的时候，那是李大钊推荐的呢。那又怎么样？ 还不是和共产党斗了一辈子，现在功德林里吃闲饭。哎，老杜，你说，是共产党可能是占了一点小便宜，可是他们能打得过美国人吗？美国人呢，我没少打交道，装备先进，战术家，人聪明，这按常理推算呢，共军很难是对手。来，你们听听，你们听听。 毕竟是中国人打外国人，咱们要知道，屁股该坐在哪条板凳上。敌人在遭到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的打击后， 虽然知道中国军队参战，但对在朝鲜参战的兵力和意图，则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中国只是象征性出兵，因而重新发起进攻。对志愿军来说，整个战场形势仍然严峻。根本的问题是，要粉碎敌人的总攻势，以进一步打开战局，站稳脚跟。 头一仗，我们没打好。彭德怀指着我的鼻子骂娘，骂得好，该骂。指挥责任在我，我就该挨这个骂。老梁，你不要有情绪。韩司令，责任在我，是我误信了情报，西川有个黑人军团。人家骂的是咱们三十八军，军长担责任，轮得到你一个师长吗？ 我表个态啊，二次作战再打不好，我良心出，甘愿军法处分，坐牢杀头，我全认。韩司令，我跟军长一个态度，愿意接受任何处置。好，有这个态度是好事儿，但您得把仗给我打好了。我们已经形成了战役决心，歼灭德川之敌，共12个营。好，我让四十二军派一个师配合你们。自家的事儿， 不用旁人帮忙，三十八军包打当面之敌。有把握？有把握！啊？有把握！用多长时间？28军的兵力优势，用一天多时间就解决战斗？38军的战斗力，时间长了浪费。这仗我要再打，好了。 不用跟我诅咒发誓，之后呢？坚决执行至死命令，夺取界川，卡。
卡断敌人退路。这样一来，可就钻进了敌人的肚子里，周围有十几万的敌人。老梁，你还是再慎重的考虑一下。全军就是战之最后一兵一卒，也绝不放一个敌人过去，这是我也是全体将士的决心，请报至司，报中央批准。同志们有没有不同意见？没有。113师保住我战术，112师保证打垮路上一切敌人，114师不怕牺牲。首长放心，38局就是38局。志愿军第二阶段作战计划报上来了，胆子很大呀。西线13兵团双层大包抄，在青川江以北围歼敌第8集团主力军；东线第9兵团南下长津湖，推敌第10军下海。彭德怀的胃口不错啊，主席老总。本来，苏联方面援助的物资正在加快运输，他们的空军也得向远东转场。他为什么这么积极啊？还不是因为我们打得好，打出威风来了。他能来也好啊，就算是锦上添花吧。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啊！前线将士们浴血奋战，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得靠我们自己呀！同志们，听我说，此次作战长途奔袭，能轻装的都轻装，背包一律不带，多带几条被子，将来给伤员。子弹要带充足，手榴弹能装多少装多少，都听见没有？是。这个我行。哎，俺这个能炸他个一个排啊！不管要打不平，还要做好跟坦克近战的准备。俺领两个炸药包，到时候炸他两辆。在场上看你表现，但是手榴弹必须多带。站住！哎，给他塞了。都忙里点啊，放多点手榴弹。四个。进来。侦察科长张奎前来报道。奎爷，快来坐这儿啊！哎，坐这儿。有个任务敢不敢接呀？啊，瞧您说的，什么任务不敢接？除非让我把天捅个窟窿。这回我就是让你把天捅个窟窿。啊？要是不敢的话，你就回去。哎，别，军长，我刚才那个话说的不正确。有大活必须交给我。那我跟你直说了啊。啊。咱们一个军，要跟几万敌人交手。我想让南边的敌人上不来，你就说怎么打吧。给你2个侦察连，外加工兵，提前插到敌后。德川以南有一个50里，那有一座桥，我让你端了它，截断敌人南撤北援的通道。嗯，明白了。有什么要求啊？没有，坚决完成任务。我这可是把你2个连当一个师使啊。军长，要打翻身仗，非出骑兵不可。扎完桥北上和主力会合，继续歼灭敌主力。炸完了桥，不知道你们还能剩下几个人。有几个算几个，就算都打完了，也要让敌人付出加倍的代价。好样的。好，可算是飞走了。咱们接着研究作战方案。这是侦察机，恐怕后面还有大家伙。赶快请彭总接彭公动吧。彭总那个脾气我恐怕是劝不动的。咱们一起去。哎，王参谋，通知大家赶快都进防空洞。是，通知大家。彭总，防护洞，告诉你们人，先进防护洞了。好，
快走！快，先去防空洞！我这还忙着呢。为了安全起见，你必须进防空洞。哎呀，你怕他干什么呀？娘卖的，就是扔炸弹，压炸不到老子，回去！龙总，这是党组的决定，你必须服从。走啊！走！林老总，你怎么一个老邓一样啊？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进防空洞吧。走吧！快走！快走！快点！快去防空洞！哎呀，你看，放心，你先在防空洞里面待一会儿，你放开我嘛！那子弹绕着我走，怕什么呀？真是！你看看。飞机飞走了吗？我就说嘛，没必要耽误工夫，赶快回去，继续工作。彭总，不行，敌人的空军鬼得很，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怕这个怕那个，这还怎么打？哎，彭总，还是再等会儿。现在飞走了，没准待会又回来了。最近飞机来得很频繁，我担心我们司令部的位置是不是已经暴露。 飞机，飞机了！飞机，飞机了！怎么回事？报告，敌人轰炸了司令部，毛参谋呢？对呀，毛参谋呢？ 毛参谋呢？请放心，有我老彭在，就有阿影在。
快速度，后面的人别掉队，全速前进，不要掉队。同志们跟上，告诉杨大义，他幺幺二师的行军速度还要加快，翟仲宇的幺幺四师不要理会前进路上的零散敌人，绝不许恋战，以最快的速度包围德川。是。老梁，幺幺三师前卫团已经抵近大同江，立刻组织强度，关门打狗。这里的水比较浅，可以涉渡，就是温度太低了，冰的都是骨头啊。没时间了，军令要求我们立刻组织强度，跟我下水。老罗，组织同志们准备渡河。是。同志们，准备涉水渡河。涉水渡河。어형저희어디로갑니까서퇴철수진짜요이메일정말좋습니다너희뭘하고있어아우리보호받으러갑니다임무가좀힘들어서말입니다 아형님저희같은게간다우리같이갑시다어야기다려봐우리같이가자예형님우리같이갑시다야기다려他说跟我们一起走接机行事아어기조심하지말아야합니다아맞습니다형님들딸이따라들어왔는데진짜맛있을것같습니다성탄절전에저저끝날것같습니다말입니다끝날것같습니다맛있게네끝날것같습니다맛있게네형님왜그러십니까三个师继续扫除德川外围之敌，做好总攻前的一切准备，一声令下，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拿下德川。还有，一定要卡住每一个口子，务求全歼敌人。是。部队穿插的速度已经很快了，德川不那么好打。如果需要，我可以向智司请示，
放宽一点时间。军令如山，说一天解决战斗，我就一天解决战斗。三十八军是否已报哨到位？差不多了。什么叫差不多呀？还差多少？彭总，梁新书回电，三十八军保证按照原定时间发起总部。彪子，啊，侧面包抄，我从正面进攻。是。参谋，从我这边撤军。打扫战场，准备炸墙。是，速度放快。是是。报告，炸弹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引爆。好，你看。送上门的大礼能不收吗？看我手势。报告，张奎已炸毁武陵墙。报告，幺幺三师包抄到位。报告，幺幺四师包抄到位。报告，幺幺二师已到攻击位置。下午14时，对德川发起总攻，天黑之前必须结束战斗。是。是带豆官不小呀。二次战役第一阶段实现预定目标。40、39、66、50几个军开始诱敌深入，现在进入反攻，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西线的敌人在我主力军猛烈的进攻下开始动摇，有溃逃的趋势啊。嗯。三十八军在德川，42军在宁远都大获全胜，重创敌人3个师。美国人的广播里说，第二军团被歼灭，已经完全消失，不复存在，再也找不到该部队的痕迹了。西线的敌人挡不住我主力军的进攻，第八集团军将全部陷入合围。好啊，东线的发展也很顺利啊。对，第九兵团已进敌攻击位置，对长津湖地区构成严重的威胁，即将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给彭德怀发电，东西两个战场要相互呼应，争取聚歼敌人主力，彻底改变战争局面。动拐动拐，我是栋梁，我是栋梁，请报告你的位置，请报告你的位置。拐八拐八，我是栋梁，我是栋梁，请保持沟通，请保持沟通。彭总，
重阳完全同意我们下一阶段的战役部署。是啊，各军打的都很出色，吴新全39军连战连胜，38军一个昼夜痛歼敌人一个多师，很了不起。嗯，浩刚有点刀刃上，下一仗的主角38军梁新初。对了，还是梁大亚。急电梁新初6级员，限明日夺取三所里，将美军关在笼子里，插到了插断了，就是胜利。是，命令112师、114师按计划分兵西进，切断敌人逃跑的退路。是。团长。好。113师，明日必须夺取三所里。是。军长，多少路？145里。军长放心，保证夺取。彭总没说具体的夺取时间，知道为什么吗？绝不是让我们松劲。对，以最快的速度跑完145，夺取三所里。是。朱月花，行走。到。命你们338团为开路先锋团，一路直插三所里。记住了，给我插到了，插断了，就胜利。是。1-2-1-3-1，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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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上级命令我们团轻装上阵，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三所里。老罗、林玉，补充给养，出发。是。首长，命令部队。从现在开始，全体保持无线电静默，一直到达三公里之后再打开，向上级汇报。是。快，速度快！老于，这145里跑不跑啊？喂，没事吧？小心！快，还要快！大家盯着身上多余的东西。跑完145，拿下三所里，快！为啥跑这么急啊？我话干什么？跑就完了。113师到哪了？38军还没归电。再给梁大亚发电，敌人主力退下来了，10几万人都压向了三所里。是。好了，同志们，快快快快快！各军已经展开正面追击，合体保持接触，俘虏很多。那都是小事，必须卡断三所里，关死这道大门。38军回电了，快点！他们也找不到113师了。停！有敌人！团长，怎么办？时间不多了，准备突击，快速突破，走！这次来了这么多电报，查完113师的位置。哎呀，这江潮啊，江潮啊，他跑哪儿去了？他是113师出发的时候，全师保持了无线电静默，因为敌人的侦测手段太先进了，一旦开机，马上就会被发现。另外两个师呢？114师已经夺取噶尔岭，112师准备攻打榆木寨，重点还是113师，还是三所里。我去找他们。哎，老弟，你等一等，我们要相信他们，一定能完成任务。同志们，加把劲！前方有敌势力了，大家抓紧时间把身上的干粮吃完，先行负重。肚里有食，感到不累，跟上吃。砍到三公里，大敌人坦克车，再挂一个钉花盖头上。快跟上！隐蔽！
跑完一四五，拿下三所里。跑完一四五，拿下三所里，全速前进。1950年11月28日晨七时，志愿军38军113师338团，14个小时雪地飞兵140余里，先敌5分钟抢占三所里村落和公路，彻底卡断敌人的后撤之路，创造世界陆军史上的奇迹，至今仍为经典战例。到哪了？这是，管他到哪了，干就完了。同志们，这就是三所里，消灭进攻敌人，占领三所里阵地，打！已经前到三公里，老于，这朱月华行的怎么搞的？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不，338团已成功夺取三公里。好，来，立刻向总部放报。是。报告，338团已经成功夺取三公里。啊。好样的啊，好样的，好样的。同志们，这是谁？袖珍公司警察大将。袖珍公司警察大将。来了，敌人要上来了，准备战斗。38军来电，338团于上午7时，先敌5分钟到达三所里。主席，前线来电，338团成功占领三所里。哈，好啊，好啊！38军，到底还是铁打的38军。现在，大批敌人企图经三所里往南撤退，正激战中。